怎么回事？爹，爹，你怎么受伤了？蓝天保护村子，连大侠刚从京城回来，就遇上蛮兵来袭，他为了村子救你们，敢伤我爹，我来和你们打。怎么了？怕了？你们这些懦弱的家伙，给我放马过来啊！我不愿伤你，也不愿和你对峙。那我就派小兵打我就对了。我就算战死，也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的。燕大侠他，你不配说他的名字。马蹄村把南朝岛上武器放去威胁我朝，我们把武器找出来，切莫伤到村的。无相无形，暗影随心。妖术，金术师，又是金术师。若再次开战，又死伤无数。我们先退。我接到蛮族进攻的情报，迅速赶往此地，可惜还是来迟一步。诸位无需自责，燕魔退隐江湖多年，朝廷还能记得老汉，家祭感恩之际。爹，蓝天啊，你生性善良，又有武学天赋，若能多加历练，必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。还有会努力的。如此，爹就算在九泉之下，也对得起你娘了。这个拿去。殷家骥将雪铁棒引荐信交予叶南天。爹不在了，你去铁伯伯门下磨练去吧。孩儿知道了。世事诡谲，人心难测，不要因为外头的是非乱了方寸。凡事皆问自己的良心，只要问心无愧，挺胸面对挑战，成败之念，名利报酬，皆如浮云，男儿一命，奉献二字而已。是，孩儿谨遵教诲。要记住，你是我燕家骥的儿子，给老爹撑着面子。这么好的孩子，一定会遇到跟你娘一样好的姑娘。希望你用尽诚心，好好照顾人家。爹，爹，燕兄弟请节哀，令尊一生为国，鞠躬尽瘁，遗体将运回京城，以国礼后葬之。禀各位，叶英雄遗体已安置于村外马车上，我们即刻出发。去吧，我随后跟上。遵命。燕兄弟，你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不忘返回河北老家奋斗。我与他相识多年，纵观一生，只能竖起拇指称赞他抚养无愧。谢谢村长伯，这次算是咱们村子的浩劫，我先下去收拾收拾。平静些了吗？好多了。
你年纪轻轻就有这般深厚的内力，绝不是玄铁帮的武功。敢问一句，小兄弟，你师承何方？我，这不便说。此时国家正值用人之际，需要的是武艺高强的英才，还请燕兄弟引荐。用人引荐，你还好吧？难道还未能平静？没有的事。话说到引荐，商都尉，你内功高吗？能不能救我内伤的人？虽然我能运用奇经内蕴含的灵气，但内力只是平平而已。不过救人的话倒是可以。既然还可以救治内伤，朝廷也急于用人，不如带他去见武前辈。我可以引荐那个人，不过他受了内伤，商都尉可否帮忙救他？定然会救。那好，你随我来吧。前辈，我找到能够救你的人了。我来介绍，这位是商都尉，他内力应该可以帮你治好内伤。都尉，朝廷的走狗，让我帮你把脉看看。武前辈，你都尉莫怪我先下手，我有内伤在身，只是胎嘎开打前图个公平而已。小兄弟，你好心要给我治伤，就带个麻烦来。好的，五丈九天鹤立斩，以指大剑直取心脉，蕴含的却是霸道的真气。能结合各派所长运用自如者，阁下莫非是朝廷弃捕在案的斗神战鬼武穆邪？哈哈哈！原来不知不觉中我又多了个魂名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奇经之术闻名已久，今日得以交手，荣幸啊，荣幸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要打啊！燕兄弟别插手，此人盗挖皇陵陪葬的武玄秘籍，加以成功，已是死罪。是啊，我还逼我打死真西将军，盗取大内宝库中的灵丹妙药，若论超斩，十九次都不够。只可惜你们能奈我何？哼！什么？前辈进来。斗神战鬼果然名不虚传，你是我师兄之外第一个能杀死我灵兽的人，只可惜你重伤之下不是我的对手，你的项上的人头就由我呈上赎罪吧。前辈对我有恩，不能就让他如此死去。一两天打灭了金矿、金铁矿点的油灯，跟我来，快！哪里逃？矿坑里的道路闭着眼睛都可以走，我一定能带前辈逃离此处。别以为这样我就找不到你们。武前辈，我没想到。我没怪你，还要感激你。站得好，站得好。刚刚又让我增长了新见识，下次再遇到奇经门人，在结印召唤灵兽之前，我就能截断他们起的手势。村中还有朝廷士兵在安顿，现在回去是养路糊口，但这里是最后退路，要是被都尉追上，小子，你在喃喃自语个什么？担心就能解决问题吗？过来坐下，背对着我。莫非前辈又要闯我工地？我五脏六腑为内气冲撞，网络撕裂，痛苦不堪，只有将全部功力导入你身体，才能绝处逢生。既然打算救我，救人救到底，就不该眼睁睁看着我死在你面前。这次我将真气凝缩如胶，打入你奇经八脉中数个重要穴位，
每日施出一点一滴，大约一年后会放出我全部功力，如此你不会受经脉暴力的痛苦，而我修炼的加一神功将一废尽武功而更上层楼。此为救人权宜之计，但希望你伤愈之后能向朝廷投案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小子发傻了，我不去报仇就已经手下留情。我一边传出真气，一边默诵口诀，把加一神功的心法念给你听，你仔细记住，一个字都不许记错。嗯，前辈请讲。我默写下加一神功的背诵后，开始按照篇章逐一讲解，并和以领悟各派学学比较说明，不知不觉已过两个时辰。两个时辰还没追上哦。加一口诀跟我批注的精髓，你全部都记熟了吗？嗯，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。不过前辈，博士，我所知狭隘，许多地方一时之间尚无透彻，有愧于前辈。无海无涯，我自己都还没参透加一神功，必须苦修实战才得以体悟，丝毫强求不得。想我翻腾神州，败人无数，吴某说好战，却从不滥杀，杀的都是卑鄙虚名的劣者。无需自命侠义，无需受制俗见，秉持原则，快意恩仇。我欣赏你这个小子，故闯与神功，即为傲大义，有如双面刃，朴实如一泥。休息后，可以护家卫国，入贼人之手，可取人命于虚拟。江湖险恶，想借此称霸江湖者众，答应我，神功口诀，千万不得轻传。其实前辈不算坏人，只是颠覆事理，为人所不容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呵呵，终于落得一身爽快。前辈，我背着你攀下山崖吧。好，怎么走？原来躲在这里，得给我留步。我前辈并非恶人，而且武功尽失了，恳请都尉放他一条生路吧。小子，我不要你求情。齐庆门老弟，你有种就让我找个地方休养闭关，半年后必到贵派拜访求教。身为朝廷武官，无宽容私情的空间，若真无辜，就让我带回审理。说不通，只能靠我代战了。好，其实我也打不赢啊。这边就是被他打死就对了。韩国用口罩在武侠世界吗？哎，2006年那个时候应该有这个造型的吧？好，叶蓝天，我念你为忠义之后，没有精解变身伤你性命，不要再庇护朝廷要犯，辜负令尊对你的期许。前辈对我有恩，不得不报。待起伤愈，我也会劝他投案的。朝廷走狗，只想提我人头，回去给自己加官进爵而已。不要乱说。前辈，放手吧，我宁愿坠崖，也不如关狗爪之中。别说这种话。辱灭朝官，罪加一等，给你最后机会，随我回去。糟了，右手快撑不住了。这是什么？好熟悉的感觉。我的灵力即将耗尽，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帮你。期待与你相见的那一刻。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已经没事了吗？四周堆的都是货物，这是哪里？
最难刻破的玉肤，这满溢秋水的双眼，夫人美貌正犹如仙女一般啊。你再这么肆无忌惮，我可要叫人了，到时把你打得再也说不出这种话来。那也要作为友人啊。外面这么喧闹，似乎有人要调戏杨父，我快出去帮忙。这边有东西可以拿吗？前辈族十大恶人，损人不利己，白开心。你叫啊，你越是娇淫，他家越是心痒难耐。而且这里什么鬼人烟都没有，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帮你。慕容影之妻阿慧，你这无耻之徒，你可知道我夫君是谁？你老公什么东西我才不管呢，反正他不在这，不能一起捅了。话说回来，少妇还真有韵味啊，可惜你这身雪白肌肤被衣裳掩去打扮，碍眼极了。还是那杂家来把你推去吧。不要啊，快住手，他也是有夫之妇，你想对他做些什么？哪里钻出来的孝子坏不好事，所谓人有来先来后到，先让我舒爽这娘们，再给你喝茶叙旧不迟。伤天害理还敢说是好事，先把你打清醒再说。怎么那么烂？什么啦？什么本体？还不是你们这些小王八蛋想听？怎么那么不痛啊？因为脱力是不是？轻轻松松。慕容影，九秀山庄之主，这是干什么？怎么打起来啊？这个白衣流氓，他刚才想要非礼我。什么？禽兽，竟敢对我的爱妻！肋骨灌了七八根，被打了老远，好霸道的功夫！影哥，你出去买办这么久，人家给痴汉子欺负了。用手指在丈夫的胸膛画圈圈。娘子，我这一路上只想着你，这不是匆匆赶回来的吗？皇上疼惜你哦。趁机搂腰偷捏了两下子。侧看眼神笑晃，轻点了头。猜想爹跟娘当年应该就是如此亲密吧。这位是？刚刚就这位小兄弟帮我拦阻那下淫贼，老天有眼，好心好报。还好前些日子在小溪边救起全身是伤的他，带回货车上包扎治疗。谢谢你助我娘子脱离困路。不敢，惩奸除恶，因所因为，我才应该谢谢夫人相救，终身铭记。在下慕容影，老家四川，为谋生计自长江南北跑货经商，这位内人是阿慧，天下最好的贤内助。待会动动些好酒好菜给两位洗尘。小兄弟哪里人士，如何称呼？叶某祖上山西，采矿打铁为生，因故要出外闯荡游宴，两位叫我蓝天就可以了。也有江湖阅历多年的经验，此人双眸俊朗有神，心智坚定，骨骼惊奇，又隐隐透出浑厚内力。夫君一定要再打量来者，值不值得投资？这三人本性死都不会改。别客气，大家都自己人，以后互相照顾。是夜，慕容夫妇准备丰盛菜肴，好好款待了叶南天。三人畅谈之，直至月冲斗消。隔日晨。我看你上次还没有完全痊愈，不再多留个几天。不了，
蓝天还是依附青流叔赴玄铁帮认识为要。既然要走，我们也不好勉强。这次南北杂货，你收下吧。杨洛川，此外有件事还望燕兄弟帮忙。慕容兄但说无妨。天下皆知玄铁帮以锻造技术闻名，而我最近正想经营这方面的生意。若燕兄弟在玄铁帮遇见贤才，是否能引荐给我？这是小事，就报到我身上吧。我一定会助慕容兄觅得良才。我们这个营地虽小，各地商家却经常来各种争奇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都回来看看。好，待事情告一段落，必定再登门造访。看看阿慧手中抱的影音，慕容衣真可爱，以后跟你娘一样漂亮哦。那你要讲讲我怀着的女儿，不然会吃姐姐的醋，以后不饶你哦。是，慕容霜也漂亮迷人，叔叔要跟你们道别了。慕容霜？哎，慕容霜是那个吗？慕容姐妹他们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她是慕容老夫人哦，这个阿慧是慕容老夫人哦。好了好了，真诚报国，我们就生九个女娲儿，充满爱意，没有了阿慧一阵。等慕容九小女儿满月，众女孩一字排开，再给你评评谁漂亮。三谷，那我就先恭祝慕容兄事业兴旺，把这个建成南北通过的集散地，最后大个大庄园九秀山庄。昨夜笑谈都给你记下，那是我们夫妇奋斗的目标，还要靠各位贵人帮忙才行。那就不用多送了，兄弟就此别过。